一五都係23蚊，一五都係11蚊位置，一五 Q 29蚊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五場4番1200，一陣再話你聽下邊只大二，依家暫時一。黃旗已經舉好啦！一開閘嘅時候啊，今日前面快咁啊，航天勇將快閘，出邊明進之星最出脊髓神區啊，咁啊內欄咁啊仲有紅衫嘅龍友啦，跟住第五位橙衫橙帽啊換得好啊，再後邊內欄白衫咧就贏多多啦，拍住佢出邊紫色衫紫色眼罩就生生發發啊，後邊五隻馬友寶寶開心大師開創傳奇，睡眠大學內欄尾子包尾嗰只就好有利嚟噶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咁啊五大二啦依家，前面放頭啊嘛，外邊係脊髓神區啊，內欄係龍友啊。守住第三位的馬咧，仲有航天勇將啦，沿住內欄進佔第四位，換得好啊！明進之星拖咗落去咧，就第五位啊！再內欄第六位仲有贏多多，出邊咧就生生發發，已經咧就掟到最出噶啦！再後多少先見到開心大師開創傳奇，直路上面前面赤水神區啊佔先啲，咁啊見到中間追佢嘅馬，咁啊有明進之星出邊上咧，仲有生生發發啊！換得好，俾人哋壓住嚟跑咧，換唔到腳，唔係好順啊！咁再喺內欄位置仲有龍友。最後百零米，明進之星外邊冚咗上嚟，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啦。第二名嘅馬相當接近啦，埋邊赤水神區出邊追上嚟，生生發發跑第四名咧，就贏多多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，明進之星啱啱就喺嗰只換得好嘅出邊啊，真係壓入去嘅時候咧，咁啊變咗有少少顧忌佢啦。明進之星外邊衝上嚟贏啊，跑第二名邊只咧？赤水神區白衫紫色衫，生生發發。第四名係贏多多。好，臨尾第二妹五號明進之星莫雷拉，唔係起個馬啦。第二名啊，四號喎，咁咪係咪出邊咧？杜美爾啊，呢只生生發發影相啊，同二號嘅赤水神區兩隻冷門嚟㗎啦。咁啊，跑第四名咧就係爆贏多多何澤耀啊。好，莫雷拉又再贏多場啦。又係有莫雷拉冇潘頓喎。係喎。頭先兩隻熱門又係莫雷拉贏冇潘頓，呢場又係喎。好，連接啦呢只明進之星啊。好啦，打搭勝出啦呢只馬，三間一月嘅派賽啦，勝出嘅係 A 一隔夜熱門啊，派11.5，都仲有一隻熱門保住 A 一。係啊，今日又轉咗個跑法啦，呢明進之星啊，咁結果留翻少少，相當之好喎、啊。嗰只一啊，反正原來早段推得太前啦，起步都打邊啦啫嘛，冇耐起步啊，潘頓拍邊啦已經，咁啊跟得前翻嚟，其實又唔多。好啦，莫雷拉夜馬，咁陣間嗰場就係佢大熱啦，多多啊！錯又鞏固佢個王者地位喎，即係阿摩贏一場，你又贏翻場，真係冇乜意思啊，逼近唔到。咁啊，繼續葉闖龍有馬上名喎，赤水神區。贏多多係啲失望，咁望空衝落去都係咁上下，連赤水神區嗰啲都過唔到。上場直路都失望嘅啦，其實。好，影多張頭馬相啊，打搭贏啊，呢個明進之星。睇下四連環預計派彩啦，二號、四號、五號、八號啊，派4287蚊嘅。好啦，巡邏影片即刻睇翻佢哋點樣發揮，步速都相當之慢啊！咁啊，起步其實莫雷拉好快嘅，咁啊，嗰只明進之星，但係咧佢就喺個三四位之間，咁啊快過佢就赤水神區啦，中間位置就航天勇將，內側貼咗藍黑帽咧就龍友嘅，咁啊中間就換得好啦，內側戴咗個黑色嘅面冠咧就贏多多，中間紫色衫就係生生發發啦，後邊嗰五隻啦，咁啊見到馬友寶寶唔係好規矩啦，出邊就開心大師，尾三咧就睡眠大學，尾二就開創傳奇，包尾咧就好有利。頭兩段啦，夾埋都慢咗八線有多噶，都屬於慢步速賽事。咁啊，潘俊都可能覺得呢場步速會慢咧，因為快馬唔多啊，所以都選擇跟前。咁但跟前咗咧，翻嚟又唔係好多。咁啊，呢度前面我都係賺嘅。咁啊，龍友啊，諗住佢會留翻多少啦，點知佢拱埋前面，自己帶埋添。咁啊，所以翻嚟又係散嘅。咁啊，全場最冇多嘅就生生發發噶啦，原來走外地咁啊，翻嚟騎都仲有嘅。明月之星早段稍留，蝕咗少少步速，但一樣都跑得好嘅嚇。其餘就步速慢啦，所以後邊我堆咧就冇乜邊只話
特別追得好嘅，係只睡眠大學叫做追翻多少少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45，第二段23秒04，末段22秒11，總時間1分09秒6。